李兴华翡翠金城将于7月15号到7月23号在核桃市总店举行劳力士专属店重装开幕及新款展销会，期间将展出最新的 Daytona 表及难得一见的钻石珠宝腕表，展销期间还有劳力士精品赠送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生活的变化，让人们对手表的需求也开始拥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但是那些曾经给人们留下梦幻般记忆的品牌手表，依然是大家顶佛所在，正如劳力士手表。劳力士手表蕴含丰富的历史魅力，经典之中透着华丽气息的时代之作，同时充满着贵族之风，让现代人们欲罢不能。劳力士这个好多年呢，这个 Daytona 是这个他们最复杂的手表，因为你知道 Rolex 这个就是这个生意呢，他们这个这些表呢不是用很复杂，他让别的公司江西丹顿啊、AP 啊、Patefield 做这个很复杂的，他们的生意的是想做很准，运动型，防水，很可靠，但他们这个 business 做这种手表。庄重的外表，实用的结构，不显浮华的品质，这就是劳力士手表所拥有的风格。全新的改变当然扩大了大众对劳力士手表全新的需求。多年来，劳力士手表一直以其不同丰富优美的产品系列吸引着全球的瞩目。其中当然包括劳力士 Daytona， 就是同时具备精密计时功能的腕表。预知详情，请到李兴华翡翠金城。华夏电视台记者何桃氏采访报道。